脱呀！脱呀！你脱啊！啊！走，大人，这人肚皮上有字儿，你看。啊？我瞧瞧。大人，站起来。 亏你小子想得出来，这好办，把他肚皮给我揭下来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晚上下回再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李大人，此法不太妥吧？哦，好吧。哎，既然主考大人求情，你这张肚皮啊，就先留着吧。谢大人。来啊！
把他那件内衣放在水缸里浸湿了。行。大人，把那水拧干了。这。把他肚皮上的字儿蒙下来不就完了吗？这。站起来。哎呀。大人，凡夹带作弊的考生一律带到国子监听候审问，其余的考生回去候命，等新考题出来以后再行考试。来啊。在。张大人，你不是说要问我死罪吗？你好啊，一块见皇上去。带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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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干什么？走。干什么？走。走。走。怎么样？皇上现在正在问话。招呼了，请王爷们和众位大臣们都在这候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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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他好，我来。皇上我来皇上没事的，天塌不下来。李福，微臣在。考试不能停，朕这就重新出题，由你担任主考。微臣领旨。